在新一期的节目中，万事屋成员代替委托人相亲，途中遭遇一大波奇葩经历。大姐，我想请问一下，我这里我有个朋友，她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她是。不是你，你看你这个条件，要求是重点大学。重点大学。大姐，你看，这女孩长得行吗？不行啊。这次跟演员是成天跟演员打交道，我的妈呀，那玩儿中了。那肯定是跟明星似的，挺漂亮的，挺漂亮的，那可以吗？我觉得漂亮，但是我不接受。阿姨，您这拒绝真的是有一丝残忍呐、啊。小伙伴们，这不算什么，下面跟着约总一起刷新更多毁三观的相亲经历。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有房车吗？你有财吗？你有产吗？你有财产吗？你抽吗？你疯吗？你抽风吗？我有房有车有财有产，我过来相亲，我有病吗？再说了，又帅又有车，那是象棋；有房有钱，那是王健林；又帅又有车又有房又有钱，不用怀疑，下象棋的王健林。碰见让我最难忘的是一个女神，长得哇塞太漂漂了，左面一看林志玲，右面一看范冰冰，哎呦，说话声音太甜了，一见面就说。神龙哥哥，我要问问你，是抽烟的男人有味道，还是喝酒的男人有味道？老妹儿，你不用怀疑，不洗澡的男人有味道。没有逼婚就没有相亲，现在让约总教你几招反逼婚的技巧吧。反逼婚第一招，安排相亲。好好好，我去，不就是个相亲吗？去就去。先应付下来。反逼婚第二招，表现出找对象的强烈渴望，平时多注意打扮，这样爸爸妈妈就会觉得我孩子很好，而且对待婚姻大事很认真。反逼婚第三招，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贴心问候，那一定会以同样的关怀。婶儿，儿媳妇还没生孙子呀？大姑，您那姑娘离了婚还没找新的呀？要是不行，那就四个字，管你屁事儿。在新期的节目中，小糖果对弟弟无微不至的关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看弟弟的嘴都是脏了，哎，对，你给他擦一擦，哎，好嘞，擦得真好。有了二宝之后，大宝还会是家里那一颗唯一的小太阳吗？下面让约总一起来带你揭开谜底。那我觉得这个父母就真的是操碎了心，因为我跟一个叔叔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儿子条件很好，然后他还这个一直就是通过他去这个公园，还是不断的向他儿子这个心仪的这种方式的女生不断在帮他儿子介绍，然后我就说，叔叔你真是操碎了心呀，感觉很感动，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天也挺热的了。然后这些爸爸妈妈，然后甚至不是自己，就是自己家亲戚的小孩，就是家长们为了这些孩子的幸福，为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还是付出了很多的。所以真的在这里感谢所有的长辈对于晚辈的关爱和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我觉得应该是父母和孩子，父母也应该去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去多增加一些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其实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们也能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幸福。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些父母还是给一些孩子就适当的空间，让他们去自己放松的去遇到自己的缘分吧。啊，社长，这不用说，他说的我的脑仁都疼了。我跟社长幸亏是就是差不多半个月见一次，如果我跟他天天见一次的话，那真的我的脑仁都要坏掉了。口才担当，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然后也是第一次见到小天哥，还有海乔哥，还有魏晨哥，还有露露，然后我自己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在节目里也羞于讲很多话。口才我是不敢当了，口才担当这种人应该是小撒啊、撒贝宁啊，应该是这个，比如说大张伟啊，这种很脑子很灵活、很有逻辑性的人。那我就是这个，就是话挺多的。在新一期的节目中，小糖果姐弟俩可以说是萌到爆，瞬间吸粉无数，网友对他们俩的生活很是关心，提出了很多问题。带着网友们的疑问，节目组再一次来到了小糖果的家里。有了糖果以后，我就觉得他一个人有点孤独，然后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伴儿，所以说就考虑要了老二。我要下这个毯毯，你膝盖会疼。姐姐，社长。我搞不定了。你想要什么？我 hold 不住他，我怕他碰的。啊，若曦，你们都不做饭，让我一个人做，我是不是很辛苦啊？因为糖果呢也还不是太懂事，现在也刚四岁嘛，然后的弟弟呢就是这个时候刚刚开始学走路，确实就是两个孩子在家的话非常的麻烦。大的现在夜里倒不会太闹，但是就是平时如果老大平时在这个家里面玩耍呀什么的时候，那么他们俩的情绪会互相感染，那么一个哭可能另外一个就也会跟着哭，确实是非常闹。别动你给弟弟玩一会儿，弟弟把他推远。为什么要把弟弟推远一点？他会做我的菜。一般我觉得我是跟他们说，就是谁先拿到这个玩具就谁可以先玩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再给另外一个人这样。但是呢就是小朋友嘛，就是未必会按我说的来遵守，只能是一遍遍去跟他们说，但是抢玩具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就去一块儿吃了个饭，就是聊聊天啊什么的，因为确实这种单独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就是基本上一直还是在就是跟爸爸在就是公园啊还有那个吃饭的地方聊一聊。觉得一下子觉得很轻松，你知道吗？就是刚刚把那个孩子交给明星的时候，然后就哟一下子觉得没事儿干了，真的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觉得他们三个就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这个有礼貌，而且带孩子真的是很有爱心。因为我就是当时这个交接的时候也看到一些现场，他们抱着孩子呀搂着孩子，那么中途可能有也这个看到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很用心他们。而且他这个魏晨做的饭很好吃，糖果特别爱吃。若曦，你跟他们说好不好吃？好吃，你看喜不喜欢吃？喜欢。谢谢三位大明星，然后能够帮我带一天的孩子，让我跟老公真的是能够这个放空一天，去享受了一下二人世界。快乐 ，I love you。
超高颜值、超大空间、超级智能的大明星奇瑞二瑞泽五，试驾即将，现金红包、明星好礼，约吧！二瑞泽。本节目由很贴近、非常贴近、特别贴近宝宝天生需求的全新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有料更任性的冰淇淋品牌巧乐兹特约播出，约吧，巧乐兹，喜欢你没道理。